高雄市首座由民间出资及大学 USR 计划合作共同打造的近邻环境教育空间，就在寿山国中举行捐赠启用的仪式。教育局主秘欧素文感谢屏东凤凰扶轮社的赞助，表示近邻呢是高雄市推动的重点政策，借由课程的开发，还有师资的培训，以及电脑募集还有修复等再生的实际行动，让近邻成为可理解、可看见、可做到的具体成效，也让有需要的家庭能够获得帮助。